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科技熊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技巧是教大家如何把鸿蒙系统手机从 3.0 直接升到 4.0 版本，可以说非常实用。在这里的话，需要在应用市场上搜索一个开发者联盟，如果手机有的话就不用下载，没有的话需要点击打开下载。下载完成以后需要点击，大家可以看到右侧我的选项，我们点击需要登录一下，登录一下账号，然后我们点击一下返回，会看到热门活动，这边有一个选项是鸿蒙 OS 4.0 开发者 BT 版招募第二期，我们需要点击进入，因为第一期招募已经结束了，所以说需要进入到第二期招募，然后点击上方这个立即报名。在这里的话是需要填写我们的信息，姓名、手机号以及邮箱，或者是把这些数据全都填写完成以后，下方的话有个选项，然后的话我们直接提交，当然我已经提交了，所以说就不重复提交了，然后点击立即报名。我们点击立即报名的话，它会立即会收到一个通知，然后的话就可以直接报名通过，可以说是报名是秒通过的。我们报名程序都完成以后，需要点击一下设置选项，然后往上滑动，在系统和更新里边会出现一个更新，我们点击软件更新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现在的话是一个 3.0.308， 我们点检查更新，它会直接给你推送到 4.0 版本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是 4.0.058 的一个版本，这样的话我们点击直接下载安装就可以了，可以说非常的简单方便。好了，本期技巧分享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